雨茹，雨茹。 就下不了了，就丹顶将军，确定啊？不改了。黑风大王，买定离手，我真下了。那你等等，我再想想。说什么？想想有个数量。快点，就丹顶将军。丹顶将军，黑风大王，不改，我也不走。将军，造我台，造我台呀！快！我不干。
双夫人，这是您的彩金，怎么是双夫人？这个丹顶将军是顾公子的，他赢了，您能分彩头，所以明德双分。行了，双彩。哎，幸好那个丹顶将军是你，我看那个黑风太王说的狠了。哎，那个黑风太王也是他的。哦，难怪你说输不了，原来都是你的。这场子里的鸡王啊，全叫他拿钱砸下来了。哎，九四。 我说你这母儿左右都是赢，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呀！我这人就喜欢赢。顾公子，这是您名下丹顶将军黑风大王金元帅和蓝采和，这个月总共赢得472两银子，晚些我们掌柜会把银子封起来给您送到府里去。这飘带我留下，讨个彩头。今日是我夫人生辰，这银子就当请大家喝寿酒了。 谢顾少夫人，生辰快乐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再来一遍，祝顾少夫人生辰快乐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开心吗？开心。主人，是。 刘老板，请。扬州城内的烟花，贺刘老板芳尘。骆老板客气，如此手笔，我担待不起。骆老板，有话不妨直说。 我刚刚谈成了一笔生意，心中畅快，特来寻柳老板一叙。不日，我便会离开扬州，促成下一笔生意。骆老板一路顺风。骆老板神秘莫测，但与我无关之事，我向来无心探究。同样，有些事，既然与骆老板无关，也希望你可以视而不见。 山不转水转，来日大家还能互相帮衬。刘老板，你愿不愿意同我一起离开扬州？以你的才能、手段，留在顾九思身边，终究是明珠蒙尘，可惜得很。陆老板，我敬重你，也请你自重。我也十分敬重刘老板，也从未将刘老板当做闺阁之中的女流之辈。 陆某的邀约乃是求贤惜才，刘老板想到哪里去了？刘老板若是跟着我，往后自有你的一番天地。陆老板，我乃顾家商号的少东家，顾家长媳，顾九思的夫人，与你相互私交，今日这话我只当没听过。扬州城已经乱了。 莫怕，跟我走吧。你不过是被顾家牵连的无辜之人，若是就这么死了，可惜了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至死不会背叛顾家，更不会背叛顾九思。可今日之后，这世上便不会再有顾九思了。 九思，没事了，九思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九思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九思，没事了，九思，别怕，别怕，没事了，九思。 Thank you.
秀夫人，这是公子。假如我们家真的出了事的话，你也不用担心，我会帮你把后路都想好。 我考中了解员，这回看那个糟老头子，他能怎么说啊？那我要是考上了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行了，别抬举我了。
咱家这祖坟不冒这青烟。